王一下，你就拿着板砖给我一下，来一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背地里竟攀人板砖呢。大夫拿板砖是为何用？天上地下，唯我独专。我确实不懂什么医术，只不过生来呢比翼用这种法力，能以板砖给人出伤。啊啊， 天上地下，唯我独专。唯我独专。嗯，这板砖可够灵的。先拍至受害者，将其伤痛封存，此曰借债。然后再拍至攻击者，将封存的伤痛一一化解，此曰还债。这就是你说的妙计？不妙啊，轻松拿下不费唇舌，妙哉。抖音。